课或忘了读书，让各位想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奏得太慢，所以就离得好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。他早就习惯错了，折磨的不高但获得。他相信代保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，对大饼感到兴奋。他是最聪明的人，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任务，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。可能他是这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如果找不痛，把步伐跨大 ，We don't talk。